迎大家收看、啊、新任透視子健第三點，他要拉開條拉鏈給人看、沒錯，第三點呢，我想最重要的，喂，好了，告你性騷擾真的第三點呢， 我想就是一樣東西，我覺得是參與了這麼久民主運動、這班的朋友啊，戰友啊，戰友啦、啊，就是一種我覺得是很很單純很真誠去參與那樣東西，那我這樣是很可貴和很珍惜的，大家不是說一定要霸住鏡頭做一些事，也都不是為了要一定要去出份工作報告、我想是真的純真、這樣東西是令到我覺得是更加要跟他們一起，很想去陪他們一起，而我是覺得一點而已、不過講我修正一點，好，就是不是陪，是他陪著我，我陪著他，因為是互動互作，是啊，是啊，而我是很純真地單一點的，就是希望在行動和反思之間是拿得一個平衡的，即我不希望即有時候我們去即讀神學也好，去經驗自己信仰也好，都是在個頭腦上去做，齋吹不齊，齋吹不得，是啦、啊、所以我很欣賞即本地神學家陳士齊的，是、啊、即他是有一種行動反思兩樣東西一起做的，而我眼見有很多即做神學的人呢都是齋在這裡，他要想清楚才去行動，那是錯的，我覺得喂，那對了，因為批判教學都是講反思和行動並行的，因為要問山問回、Jack 他怎麼看五山學，什麼事你不知道，是 啦， 是啦，記住一會會講五山學，是 啦， 是啦，但很多人呢就說，譬如 Jack 或者我們這些即出來即搞這些社會運動的人呢、就是即失落的第四代，是啦，即是女大樂的名言，是吧？喂，你怎麼看？你好像又說你又失落第四代第五代，即是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即是你們我們這一代的人，就是又上不到位啦，又沒什麼好路數啦，就出來搞事咯，上了你們啊，我們都沒有上什麼啊，我們我們就是喝杯咖啡，不過叫他買一些地踎東西，他又要買這些，喂，你好了，你今天穿了什麼的你還叫我請你你老闆咁你覺唔覺得人哋話你係失落咗第四代，你嘅反應會係點啊？或者你點樣即係同人再解釋咧？如果佢要話我失落，我係失落嘅、不過我嘅失落係因為呢個社會嘅不公義而失落咯。我唔係因為個人嘅際遇有啲咩怨氣，又失業出嚟發爛渣咁咯，咁我又有嘢做，係嘛？即係有一日都穩定嘅，穩定，穩定我同你啦。咁又未必嘅。其實我覺得呢個失落的第四代呢個論述咧，其實係有啲似令我諗起，即係一段時間之前嗰個港男同埋御宅族嗰一種嘅論述。嗯，即係話咩咧？有啲友咧，佢又係社會上失敗嘅人。係咯。其實同厭讀嗰個嘅論述係一模一樣。其實大家都係不斷喺個論述裏面揾一扎人出嚟咧。嗱，呢扎友唔掂嘅。嗱、所以佢咪咁啦，遇宅族唔掂，咪就匿埋去咩電車男啊、睇書啊。所以，我 TV 有一個講漫畫嗰、那個，上次嗰個啊，我冇睇啊，冇睇啊，好好睇啊，介紹嗰個英雄本色，大家一定要睇。嗯，即係佢咪出嚟話俾大家聽，佢又好似你咁樣，即係俾人 victimize 嗰啲人咧，佢就要企出嚟話，喂，屌你唔好咁樣講我，大佬失乜差嘢落的第四代，喂，女大佬，扯大啦，即係咁，即係好多人都係不負責任咧，就將嗰啲個失敗者呢、這個。呢、这個 title 咧，其實貫徹咗嚟先，咁嘅電車男乜男宅男乜男，驗毒又係咯，全部都講咗依樣嘢咧，靚仔咯，係唔歸咎個前因嘅，係啦，誒冇啦，訪問翻你點樣睇咯？唔好意思啊，你要講我哋都係講第四代啊，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似之前自由風打嚟啊，吳志森同埋阿劉佩瓊，係咁佢兩個臨接我條線嘅時候，咁啊聽下佢講嘢先噶嘛，咁咪喺度話咩呢班搞嘢嘅人都係學歷低啊，揾唔到食啊，上唔到位啊，咁啊好多怨氣無處發泄啊，所以就走出嚟要衝擊呢個社會啊，唔係講到一班反社會嘅暴徒咁樣，但係完全唔係咯，即係如果佢哋係有稍微留意一下，唔止我哋呢一代，其實根本一路以嚟社運啊、抗議嗰啲人，大把人讀大把書啦，啱唔啱先？成日話咩？嗰陣時火紅年代好多香港大學啊，嗰啲大學生去搞呢啲嘢。點解而家就唔係嗰啲人去搞咧？其實喂錯，其實呢班人好多係學生。陳亞文都係啦，陳亞文 first on 啦，大佬好多都係咪？假地大學生係啊，係咪先？係啊，咁咪咯。咁仲有其他有幾個都係讀緊大學嘅而家。係咪阿女大學嘅意思就話就係好似呢啲嘅大學生唔同以前啦？以前嗰啲大學生咧就嗱有得上位又成嘅，依家你睇下大學生畢業都係揾四叉嘢，即係政府嗰啲咩實驗嗰啲。
咁你睇下咁樣點搞啊？唔係，但係佢咁 label 你咯。佢呢種講法嘅出發點就係佢以為每一個人都淨係睇自己個人發唔發展到佢嘅經濟啊，有冇得上位啊咁樣咯。人嘅即係佢阿女大陸假設嘅人就係佢心目中人嘅價值觀就淨係得呢啲咁嘅嘢。係係係。但係唔係噶嘛？即係我相信其實有好多而家搞緊嘢嘅人，如果即係我講我自己咁樣啦。如果我保障到自己上到位賺到錢添啊，我唔係唔搞啊，我只會搞得更激咯。咁係因為佢呢個帶出咗一個問題，就係佢冇乜後顧之憂啊嘛。係咯，係嘛，即係咯。喂，你屋企會唔會有咩微言嘅咩？阿媽嗰邊有少少，但係少少，但係佢都知道我要做嘅嘢係改變唔到，咁同埋咁佢都知道係有道理噶嘛。Okay. 應該做的事嚟噶嘛，係係咯，即係純粹擔心咁都冇咁嘅。喂，咁你好浪漫啦、啊，即係從某個角度都算係幾浪漫，係嘛？即係，但係會唔會玩幾年，你又借咗又悶啦、啊？咁你咁之後嘅即係會唔會諗點樣繼續延續嗰個社運咧？嗰度火點樣 keep 住咧？點 keep 咧？會唔會參加？唔好話政黨啦，我知道可能未必係中意政黨啦，或者自己組黨啊，唔組黨組個團體，即係 whatever 點樣嘅形式咧？或者悶唔做啦。到嗰時候，我大個咗咯。但係如果你講到呢一種階段嘅時候，其實我未經歷過，我係唔會知咯。同埋以我而家嘅性格同埋我短短嗰廿幾年嘅人生經驗話俾我聽，如果將我擺入一個組織或者一個黨團裏面嘅話，我嗰種興趣反而會更加冇咗咯。搞佢人民主黨搞咩啊？人民主黨搞佢咯。寫埋你啦，寫埋你就得唔入啦，要入一早入咗啦，係咯。我啱睇到而家，即係你唔中意政黨啊，係嘛？即係嘅意思，即係政黨政治或者唔係你要反感啦，直頭反感。有民建聯啦，搞佢啦，民建聯食曬嗰啲蛇。我真係有諗，我真係有諗過，不過而家應該太遲啦，佢唔會受我玩嘅，應該係咩？係啊，因為讓咗出嚟。咁你不如咁，你用一兩個月時間轉下睇得唔得？哇！喂，點解咁憎政黨啊？講多少少？係講下政點解咧？其實我都冇乜好感嘅，老實講。因為係必要嘅惡，我覺得係啊，有必要嘅惡係咪咧？好似教會一樣，我覺得政黨。我覺得唔係必要嘅喎，佢有佢即係冇政黨嘅，佢有佢嘅功能性嘅。咁、但係即係可能我諗嘢比較理想嘅人啦，即係可能話學子健話齋浪漫啦，即係我都係相信人係。人是自己有個自發性在度，即係冇理由個人做不到，即係香港而家啲政黨做咩啫？出嚟打下飛機啊，推下骨牌啊咁樣。哦，佢話你係民主黨，求其幾個市民出嚟得咩？都得㗎。第三次可以講多啲嘅問題。講多啲係啊，有陣時係啊，呢次就講多少即係你自己個人啦，係啊係啊，第四代嗰個。咁你覺得其實呢個問題係其實就唔係因為你哋有冇嘢做穩唔穩定嘅問題，其實係。同前人所種出嚟嘅果，呢個係呢個我覺得有，我唔會怨佢哋咯。但係反而其實即係自己搞嘢咁樣，其實會都有一種心態就係、是、我而家唔做，我會驚第時如果我個仔佢係會追求民主啊、自由呢啲嘢，可能佢第時問翻我：喂，老豆，你後生做過啲乜嘢啊？點解我而家個社會係咁噶？點解我鬧下政府都唔得㗎？咁如果到時我答佢話我乜都冇做過啊，我就係諗自己揾錢咯咁。咁咪好咯，個老豆咁咪好咯，答你問咁多嘢做咩啊？揾食啦。喂，你呢個講法其實就即係我去菜園村，係千人路撐菜園村。其實我都估到，即係一個咁不義同埋咁即係一意孤行嘅政府咧，係唔會無論我哋有幾多人去菜園村。無論我哋點樣做嘢，佢都係唔會聽我哋講。我知道，但係點解我依然要去呢？我都去過幾次。係啊，我仲帶埋我阿媽、我老婆同埋我隻狗一齊去。就因為我覺得喺呢件事上邊，喺個歷史上高，我都曾經即係到最後 ，OK， 政府咁無良，你一定要拆嗰條村。但原來我都曾經去過呢度咯，你都有奮鬥過，係啦，即係起碼試過咯，我覺得。同埋嗰種係一種同人同一個
弱勢的人是同行。其實你不要以為你幫緊那班彩園村的居民，我再強調一件事，是互動的一件事，是他都是幫助緊我很多的反思，我的反思對綠色他的反思，對環保的反思，對文化的反思，對人的價值的反思，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即是我覺得有時去考慮的問題不是從選票，不是從任何有什麼利益價值去考慮的問題。講到選票真的要講民主，所以當然要第三 part 要講這些東西嘛，好啊，所以要落個序幕先。